语搞笑，笑口常开。麦克，什么是勇敢？虎呗。什么是温柔？贱呗。什么是老实？熊呗。什么是积极？嘚瑟呗。什么是丢脸？克沉呗。这些我怎么听不懂？二呗。俺们那个的叫山旮旯堡子，堡子里有一户人家，公母俩由于是近亲结婚，所以生的几个孩子都二户八起虎八疼的，一个个长得老可沉老可沉的，其中还个孩子是二椅子。堡子里要来个生人，他们就像嵌儿灯一样的围过去卖呆，瞪着带翅膀狐的眼睛，钉把儿的看着人家，人家要问他们点什么，他们行词瘪肚的答不上来，真给咱堡子的人丢老磕碜了。孩子的爸身体刚刚的，就是没有文化，没给几个孩子起名字，就按大小顺序管孩子叫大鳖犊子二鳖犊子，几个孩子淘气，他张嘴就骂，往死绝他们几个，啥难听骂什么。别看没有什么文化，脾气还挺嘎咕，在别人面前还敬儿敬儿的不服气呢，总觉得自己挺打腰似的，其实大家是不稀罕乐你，要不谁把你当克 K 呀。早前儿有一咕噜贼拉纯的小感情搁俺跟前，俺没戏得当回事，等嘚瑟没了才觉着肠子悔却清，人活着最闹心的也就这事儿了，你那件就搁我嗓葫芦儿这囊进去的了，别磨叽。要是老天爷再让俺重整一回，俺肯定对那丫头说仨字儿，俺稀罕你。非要算长多少日子，俺寻思着往少了说咋地也得个一万多年儿吧。一个山东学生和同寝的东北人一起去小卖店买方便面，路上东北人自言自语，整个啥味的呢？整个葱香牛肉的吧。山东人不知道整是啥意思，就问东北人，东北人告诉他整。一次二人一起去厕所，碰巧厕所停水，里面万两黄金，东北人一拍大腿，这可咋整啊。山东人听罢面如土色，双手扶墙呕吐不止，家里头家务活也多干点，别总整得屋里屋外皮儿片儿的，墙上也黄画儿的，工作一天回来看着多闹听啊。性格外向的稍微收敛点，别老二虎八鸡毛愣三光的，说话办事有点谱，五五玄玄的瞎忽悠，时间长了也让人录音。性格内向的呢，多和人沟通，说话别老行吃瘪肚的，做事要七拉落叉麻溜儿利索儿的。年纪轻的呢，不要洗里马哈得得嗖嗖，跟老人说话客气些，有点耐心，别总鸡吃白脸，个个冷冷的，多和人唠嗑，别动不动就支拔起来。虽然东北人都不是囊囊踹，也不能惹毛了，要不干仗也贼呢。年纪大的呢，也不要觉着自己已经老天八地老么咔嚓眼了，要保持年轻心态。春天到了，咱这哥儿又要抱土扬灰埋了八菜了，大伙出门多注意啊，别阳了二症的，加小心沙子别整到眼睛里，工作上也别老秃噜反账半拉咔叽的，有点敬业精神。东北男人血性尿性讲究，对人贼拉热情，看到那种二虎八鸡傻巴咧合的人总会说，俺们那嘎子压根就没有你这种逼样的玩鹰。东北孩子小的时候玩马了，弹溜溜山屁啊挤滑爬犁，男孩子从来不哭，不喜欢女孩子成天尿唧唧的样子，所以长大后特尿性。东北孩子小的时候门牙卡掉过，波浪盖在马路牙子上卡出鹿皮过，回到家后爸妈总会问哟呼啥啊，一天天毛了三光的。东北孩子小的时候课堂上喜欢吵吵吵吵到鸡头白脸，旁边的人烦了说你们俩找嚣啊。东北孩子各应爱溜须拍马的屁精，看见了总恨不得谁家的驴撂蹶子踢他一脚。东北男人没事喜欢整几盅小烧喝得直吐，回到家东北媳妇见了心疼，嘴上却骂瞅瞅你得儿喝的又整这么多，成天阳了二症五迷三道的，让你喝你就喝，虎啊。点击下方的免费订阅按钮，订阅华娱，开启愉悦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您的评论和转发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